林志坚有讲说，他拿棒球比赛比喻说他是先发投手，然后硬酸你说你现在在等四坏保送，你真的不看？如果民进党派出来投手是很糟糕的投手，会投四坏，那我们也没办法。其实我觉得林志坚自己自视为先发投手，可是非常遗憾，这位先发投手已经偷服禁药，被驱逐出场了。院长，再问一下，那这是民进党的对手，你希望是郑宝清还是郑运？我觉得我们桃园市民自己心里面有一把尺，有智慧。这两位朋友，一位是一直袒护抄袭，一位是不畏惧党内的压力，仗义直言，谁比较好？我想我们的桃园乡亲看得非常清楚。院长，那最近的民调就是您一直都维持在平台的部分，那吴子嘉说这个郑运鹏要在6%，他就落选，你怎么看这个东西？我讲过很多次，民调我们当作参考，我们照我们自己的步调一步一步往前走，把基层打好，基层的这个关系打好，请听我们基层乡亲的声音，我们会一步一步走向胜选。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，水神跟病毒或交通的细菌作用之后就会还原成水，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。如果家中呢有银发族、有儿童、有孕妇都适用。如果您想购买的话，当然会在快点购购买才是最划算的。